山河挺脊梁，但将日月再丈量，今朝为我少年郎。王姐加油！6月9日，小广场再次登上央视，他将和陈芋汐征战世锦赛，分别参加10米台单双人两个项目。小广场表示自己想要一举拿下两个金牌，虽然有点难度，但他会尽自己最大能力跳好。为了备战世锦赛，小广场认真训练，相关画面也被曝光，没有一丝懈怠，相信一切付出都会有回报。之前的小侧中，他多次输给陈芋汐，但不到最后一刻永不认输，相信红姐的实力，加油。陈芋汐的5个动作有效得分全部在9分以上，最终以435.35分排在首位。全红婵在完成207C 的动作时，有2位裁判打出了10分，这一跳他得到了95.70的高分。然而6243D 他的完成质量略有瑕疵，最终遗憾的以7.15分的分差屈居第二。